一下的户口变嘛，结果伊有钱嘞。这边安看，即马上甲伊转去妇产科检查囡仔的状况，迅速联络家属，再向伊说明。我马上来去安排。妇产科，囡仔，讲对唔对？医生，医生，刘小姐，你放心。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阮会尽力甲伊保留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有生啊？你唔知吗？你已经有生两个外月啊！我已经有生两个月啊，我哪会拢无感觉？一定是因为最近发生伤济代志。予人退婚，予四位哥哥弟，搁爱应付吴莹莹、甲万新民，啊，搁有客袂出代志，无甲我逐工拢参像甘露共款，伫遐踅来踅去，才会无注意到我迄已经两三个月无来啊。医生讲已经两个月啊，安尼这个囡仔绝对就是徐世伟啊。哎呦，这消气了了啊！我明明就是吴夫人的命，我才不爱生徐世伟的囡仔。不爱了，我不爱了！哎呦，我哪会生到这来啊啦？刘小姐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我等一下就通知你的家属。医生，我会好好做检查，敢会当拜托你？先莫甲我有心的代志讲出去。这，我有我的苦衷啦。而且医生，唔是有替病人报销秘密的义务。啊，怀疑我即马无性命的危险嘛，嘛无需要签什么家属同意书。请你替我报销这个秘密，等时机到啊，我会亲身甲我的亲人说明。我知影，不过妇产科的检查。我看啦，会找时间去做。那安尼，我等一下提一份违背医嘱同意书，予你签名。嘛，请你一定要找时间去检查，爱对宝宝的健康较有保障。好。我袂当予我的囡仔有一个坐过江的老马爸爸，伊的一世人拢无法度甲头抬起来。我有心的代志，绝对袂当伤早记过。若无信贤哥，就会知影这个囡仔毋是伊的。上少爱拖一个月，我才有法度利用我巴肚内底这个囡仔，活着嫁入去母家的机会。哎呦，我哪会这么巧？真正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个宝宝来的时机，凡事是好，不是灾的。我果会当可以还心。爸爸，你爱乖哦。妈妈会替你找一个上适合的爸爸，让你干着金汤匙出世，跟妈妈做伙享受荣华富贵。伊哩，你开车哪样紧啊？安尼真危险，知无？是啊，我前一天我都看袂着你的车尾灯啊。哎，我是挑故意给你机会，要让你甲晴天享受两个人的时间。结果嘞，你搞我做赛车手配车，安怎？想要伫晴天的面头前等你开车结束？莫乱讲话啦！你明知影晴天就想要了着杜光亮的，所以我才会开这么紧。兄弟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我要想着急，为了咱去报警啊！这边杜光亮绝对走袂去。想要抓杜光亮的人，唔来咱阿哥警方，陈忠信甲万条万也绝对袂放伊走。既然咱拢找得到杜光亮在遮，那安尼就表示，因真有可能知影杜光亮在遮。
所以咱手店的板条啊，还有单中心进前，把杜光亮送回健康，绝对袂当回伊啊。好了，行。这查某奈亲像是妈，阿唔过妈奈伫家。真？你去倒位啊？是看到啥？刚说话很多光亮。啊，唔是啦，我俩准讲我看到阮朋友，应该唔是。跟你去啊，若是等我着抓人，就回去啊。应该是我看不对啊！爱办爱咱趁机会去一定有看卖，就是头前，行。你两万多，我无代志。多谢，谢谢。啊，姐，嗯，静姐，嗯，安总，敢有啥物奇怪的所在？无代志啊，等我去看看。看看哦，队长，内底无状况。杜光亮无伫咧内底啊，现场也无任何可疑的线索啊，我快当收队啊，行。是。杨队长，哪会这么紧就收队？杜光亮人咧？这杜光亮根本都无伫咧内底啊，现场也无任何的异状啊，啊，阮无收队啊，无是要伫遮等几年？无可能，杜光亮明明就早来遮，哪有可能无去？你有确定有认真找？你即摆是咧怀疑阮警方的能力？是咧，我无这个意思。既然所有证据拢证明杜光亮有来家过，敢袂当请您派监视人员过来调查？是啊，赶紧拉封锁线，全面调查。伫科学鉴定之下，所有线索拢有显出完形的。无唔对，就算讲血迹去人这条，应该蛮好多会当验得出来。恁三个啊，确实真有概念啊。遐唔过我今仔日啊。是来找杜光亮这个证人，并不是要来办凶杀的呢。啊，不过问题就是杜光亮无可能无代步，一人就无去啊。您拢有看到啦，这间房间安尼清清气气啊，连小拍的痕迹拢无啊。借问一下啊，我是要用啥救封锁线啊？是查未到，还是因为大地位的官所施压？我你讲一句话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讲你。杨队长，谢谢啦，阮无歹意，阮只是希望哦，警方会当把上好的办案时机，就是讲饭店的清洁人员入来打扫整理房间，那恁杜光亮小姐的证据就可以毁掉啊。阮警方办案啊，阁需要恁来教啊。杜光亮啊，还阁是重要的证人啊，阮会继续啊追查伊的行踪啊。看啥？行啊，等下写报告啊。是。怎么是班长啊？杜光亮敢真正让人骗去啊？既然警方无要调查，咱直接着急也无效啊。也是去找文耀之英问下，再阁讲啦。
零下十七度啊，绝对袂害你的身体用歹去。陆光亮，你就伫个内底好好睏啊。你明仔无比我有机会用你的身体替你报仇，这种厉害人一概全部扔耳朵。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就跟他剩这一罐酒而已，你就要打道理，另外的无。你怎麼處理的？我找到一片海，我把人和香氣都放在水泥桶裡面做伙送出去，那邊的潮汐會直接流出海，要讓任何的東西又飄到兩岸海邊。最好是萬島洞啦，如果萬一變作水流失飄到海邊，這條就你擔。好啦，人好就好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會擔擔我就知道板条碗哦，爸并无替你准备的，所以啊，我就先替你传啊。你去处理迄无清气的代志啊，我今仔歹命啊，对你倒来。啊，底一下红的，拄只煞去。啊，有劳你费心啊。哎，陈忠信啊，啊，既然你这么关心廖开宏，无顾忌安尼啦，你搁去认一个客查孙，啊，给廖开宏哦，做你的客查孙囝婿。死狗，我一定相处放手。我那好意思大人所爱。其实啊，我甲恁开房啊斗三工啊，主要嘛是为着我家己啊。你要看嘛，伊即摆去处理这无清气的代志，规身躯拢带煞去啊。啊，等于佫甲你的查某孙染条条，啊，你查某孙嘛带着煞去。啊，煞来毋着物价万价，全部拢总无好。啊，若恁两家无好，我敢真正就会加较好。陈昭安，你看你这孙囝婿这尔乖巧认真啊，这回啊，搁替你处理一个这尔大的麻烦啊。以后为甲你斗三工啊，你绝对做清闲啊。啊，你即摆是伫咧物价是搬家，啊做啥物职位？敢有需要我甲你斗三工？啊，即摆武当甲阿公搁咧考验我的能力。看戏啊，做啥物？啊，所以意思就是无甲你安插啥物职位哦。安尼哪会用得啦？堂堂万海金融的孙囝婿，你无甲安排另外一个位置？廖开宏，本万海金融哦，有财务整合部门啦。啊，明仔载你去报道，就讲是新上任经理。我知影，多谢阿公。好啦，我代志先转去啊。是，安尼我先来。好，拜拜。即摆我着先点头灵魂，为着我的手头，还阁会当毁掉恁的武器，我毋免重建。等我力量够啊，准备要跳起来翻身的时阵。就话恁花阿落地啊！